当你发现你男朋友藏私房钱的时候，气死我了！黑泽竟然敢藏私房钱！像黑泽这种性格，应该不会全部主动上交吧？没关系，我有儿子呢。哎，他来了。那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不信，儿子，去。好啊，黑泽，你不是说没有了吗？被我抓到了吧？你呀、啊，真不知道谁是你主子。你给我蹲下！把桌子给我擦干净。嗯，好。火没了，还是我儿子最懂事啦！夏天暑热怕上火，秋冬干燥怕上火，睡眠不足怕上火，爱你爱你不上火，怕上火喝小葵花露。啪，火没了！西西怎么还没到呀、啊？月月，你来啦！嗯，来啦！去冰三分糖，小七，西西，小七，啊，小七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给你。谢谢，给你看看东西。哇，哥哥的演唱会，我抢了很久的。Hello， 嗨，月月，月月一起啊。好啊，那我们走吧。结束了，我们去逛街吧。三个人的友情中，是不是总会有一个人是多余的？哇，这个表情真的好有趣啊！这个好好看，我们一起买一件吧。哦，这个呀，我们早就买好了呀，打算明天出去玩去。你快看，你快看！你们在看什么呀？哎呀，你不懂，这是我们 CP 粉的快乐。就是。老朋友都跟我聊天。哎呀，你恋爱了？哎呀，没有，是 WOW APP， 上面最近新增了 AI 男友功能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创造男友，生成你理想中的男友形象，适合互动聊天，最适合这种单身狗了。好啊，你竟然敢嘲笑我！曾经和我无话不说的人，开始和别人拥有我不懂的话题。走了，要迟到了。哎，月月，上课了，我不太舒服，能帮我跟老师请个假吗？没问题，你安心休息吧。好了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最后一节课你也赶趟，操场跑十圈，再写三千字检讨。没，我。哎，他那个同学好好笑啊。宝宝，我好想你啊！呀，这么甜蜜呢！哎呀，你不也散了吗？西西，你怎么没跟老师说呀？啊！哎呀，我给忘了，下次一定记得。好吧。曾经那个对我事事有回应的女孩，开始忘记了答应我的承诺。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快看看喜不喜欢？哇，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好久了？我看你家的购物车很久了，而且我买了两条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拍张照。好啊，哎呀，哎，没事吧？先去换上我的衣服吧。来，继续。虽然咱们三个都是朋友，但是啊，我感觉还是跟你在一块更舒服。月月，我觉得他太内向了。唉，我都习惯了。多多他这种人啊，内心特别敏感。总觉得跟他相处在一块儿特别累，哎，他就这样，我们也不好说什么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七夕生日还没结束呢。为了不让你们这么累呀、啊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么凶干嘛？大家都是朋友。朋友？朋友会一次次的忽略我，会忘记答应我的事吗？会跟另一个朋友一起说我的小话？三个人的友情是拥挤的。总有一个人会被抛弃。黑子，看我今天特地给你去买了你最爱吃的红烧牛肉饭。不，这么丰盛。哥，我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。他衣服怎么和我的一样？吃什么呢？好香啊！哎，给我查查。你呀，还跟小时候一样没大没小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你嫂子玉玉。之前就听别人说咱俩长得像，今天终于见到了。嫂子好。你好。你哪能跟你嫂子比啊？对吧？哎，哥，你陪我逛公司呗。啊，哎呀，我想看看嘛，你陪我去嘛。行，快走。哎，月月，别担心了，熬了这么久，这个案子一定是你的。谢谢。大家停下，由于 C 表现出色，这次的案子由 C 负责，希望大家配合 C 工作。继续工作吧，月月。自己刚来公司，我想多给你点机会。可那是我熬了好几个通宵的成果，你说给别人就给别人。她不是别人，她是我妹妹啊。我好了，晚上带你吃你最爱吃的烤肉，好好犒劳一下你，好吗？来，多吃点，上晚的事就别生气了。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啊，
刚好在附近，就喊他一起。嫂子他不会介意吧？不会，放心吧。哎，服务员，这桌上香酒。嫂子他是不是酒精过敏啊？哎，哥，要不咱俩喝吧？反正我们之前经常喝一宿呢。我酒精过敏他都知道。要不你点点其他的吧，我跟自己喝一杯。没事，我可以点雪花小脾气，这个颜色味道和啤酒一样，但是零酒精，喝起来也完全无压力。行，小脾气零酒精，咱们一起来干杯。干杯。哇，这个真好喝。来尝我的烤肉。我要吃这个肉。没问题，你们先吃吧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不会真以为我是黑泽的亲妹妹吧？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，他女朋友的位置只是我暂时让给你的，你只不过是我的替代品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哥哥给你女朋友买束花吧。好。哇，能收到花好幸福啊！祝你俩幸福长长久久。给我，这是我的。算了，月月，一束花而已，妹妹喜欢的话就送给她吧。他算哪门子妹妹？凭什么对我的好都要分给他？对不起嫂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月月，你就不能谅解他吗？非要让我妹妹这么难看吗？那你非要让我妹妹难看吗？哥，黑子，你妹妹也得宠着护着，那我妹妹凭什么受这样的委屈？你谁啊？我是来给我妹妹撑腰的，你有意见吗？拜拜，我先回去了。拜拜，等回家我们开个视频会议复盘。加班到现在也太晚了，女孩子不用那么拼，你有我在还怕没人养啊？又被主管说了。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女孩子不用那么拼的啊！我不拼你养我呀。我不养你谁养你啊？马上到了。噔噔噔噔 Surprise， 祝宝贝生日快乐。哇，谢谢宝贝。还有你爱的零食呢。哇，以后你的零食啊就被我承包了。哇，这个乐高好精致啊。设计给我。那给你绑了亲密付，以后想买什么随便买，我赚的就是给你花的。谢谢宝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都饿死了。刚突然下雨，我给你。我忙一天你就要吃这个啊？闲着没事再做饭有这么难吗？这串都凉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小心什么都搞不好。黑子，你快坐，我坐了好久呢。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菜，来尝尝你最爱的糖醋里脊。来，别板着脸了，我给你买那件你喜欢的球衣。你取消了我的额度，连道歉都要我花钱。我买这儿买那随心所欲，你真当钱这么好赚的？我没有，只是今天。行了，以后我定期给你生活费，以免你乱花没节制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才。这车真好看，谁给你买的呀？当然靠自己啊。这款瑞虎 5X 超级英雄版特别适合女生，它不仅拥有动感双色的车身，还搭配星空钻石格栅，还有超级智能的 LINE 系统，好看又好开，我正想推荐给你呢。可是我女生啊，别总想着依赖别人，要靠自己才有底气。黑泽，碗也不洗，衣服也不晒，就等着下班回来我给你收拾是吧？赶紧回来。我愿意接受出差，请尽快安排入职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做饭？我一会儿去公司，你自己买吧。什么？这个方案再按照甲方的意见修改一下。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不知道省吃俭用吗？我花自己的钱，有问题吗？我要出差一段时间，这次回来就能升职加薪了。我真搞不懂了，你们女孩子要这么强的事业心干什么呀？我不都说了，我养你啊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？我不需要你养我，我可以靠自己。你走了就不要回来了。你呀，就在家好好享福，有我在，别累着自己了。快上车。从来没有理所当然的我养你，只有没有余地的看不起。那些经历，我不想再体验了。我要做自己的超级英雄。